我对北韩的印象是全部都是假的，饥饿游戏的地方，生活过得很简单，很幸福。表面上他们都讲说很自由的，但事实上是不行。两件事情，同才的孩子都是常春藤联盟的这个学校的时候，我问我自己虚不虚荣？我虚荣，你忘了你自己是怎么从鸭蛋走过来？后来我尊重他的选择。每周一到周三晚上11点，敬请锁定世界。